Hello， 在旺角开了一间新的家居用品专门店，入面还加入了很多创意零售科技。现在很兴玩 VR AR， 所以他们都加入了 VR 的元素，就是可以用 VR 看示范单位了。哇，这个地台啊，模拟一下这个情况，放了个地台，有张床在这里。哇，要有个间房要有这么大的落地玻璃才行。他们呢还弄了一个 AR App， 大家呢只要先 download 了个 App， 然后呢就可以扫描个地板的范围，这样呢我就可以估计到到底我摆了个 sofa 在这里之后的效果是怎样。在这间新店里面，它有五部这些互动产品资讯站的，当你拎着件货品将个 barcode 一嘟，这样它就会即时告诉你这件产品是多少钱，个货品状态，个货品位置，还可以看多些关于这件货品的资料。现在时下全部都讲智能家居，在这间新店一样都会有智能家居的 display 的，好像现在我用这个 app 呢，我就可以一次过控制这个屋里面的窗帘、灯光和 HiFi 等等的电器设备的。例如呢现在是一个 morning 的灯光，等我将它转做睡眠先。这样呢那些灯呢就会熄了，还有那个窗帘都慢慢地生着的。这块呢就是一块智能魔镜，不过呢不是给你问它哪个最漂亮，它可以实时监测到那个交通情况和你身体的状况的。等我即刻试下先，着了灯先，这样我还可以选不同的颜色。我刚刚才发现原来要在这个镜头前面磅重，那我一起了上去，它已经有 connecting 的资讯出了。我哪有这么重啊，我有这么重的咩？不要不要看了，我看到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们不要看了。行下行下，你看中了件货品之后呢，就可以 scan 下个 QR code， 然后呢你就可以知道多啲呢件货品的资讯。你是不是识跳舞的？好，整等等。我走了，拜拜。